翻唱工時間有啲咩疑問？唔係啊，冇嘢，唱工啊，講錯嘢啦。哎呀，即係今日係即係做冬，即係過冬啦，好明顯，即係冬至，即係團圓嘅，即係食。咁但係基本上，我記得舊年即係唔係好團圓，因為我記得舊年冬至。即係咁啱咪撞正呢日係同阿 Sir 去大華島嗰度食，咁但係係唔係做最夜晚唔係做冬嘅，因為發生一樣嘢令到我哋唔可以去，就係、是、有人入廠，跟住就話屋企冇人做節，咁所以咪唔去。所以嗰日就喺屋企食飯算嘅，我記得好清楚。即係今日去呢個 KFC 買早餐嗰陣時候，撞到小學同學。不過呢個小學同學同我唔同班，佢好似係六季班，佢而家讀中五。唉，即係我見佢拍咗 KFC part time 嘅，即係基本上即係入到嚟即係歇下。但我真係認得佢係邊個，不過我就唔記得佢咩名。但我見過佢，我記得小學嗰陣時候。上次我見到我小學同學同班嘅女同學。佢喺雞翼家做 part time， 因為我記，因為我認得佢樣，即係佢冇剪頭髮，佢個樣子有啲殘殘啲，但我都知道佢係邊個。即係化灰都認得佢嘅。咁都俾我認得佢。係，即係呢個平欣苑，即係先落去，即係你知咩平欣苑？喺天水西站嘅隔離就係平欣苑。其實好似話已經入咗火嘅，即係見到有人喺已經喺度住緊。咁啊，住喺嗰邊咧，基本上可以話好著數，因為你住喺嗰邊，你一落到去平欣苑樓下隔離就已經係西鐵站嘅，即係話行過去行一分鐘就即刻到西鐵站。真係太著數對於你嚟講話，不過如果有我搬過去，我可以話我辛苦嘅。即係首先嗰個地方係好少嘢買，同埋如果翻學校嘅係好難翻學校，因為基本上要兜好耐，都要行好遠先去翻學校。係，即係因為啲視察個環境咁。
即係冇咩嘢做，對於你嗰陣係唔知。不過你做功課，因為你諗下放成個聖誕假，啲功課都多啦。即中文我就我已經知道咗有三份功課，英文就係有兩份，數學就有一份喺網上嘅。我記得我唔知係咪喺網上，通識就有一份，地理亦都有。哇，都有，起碼計計埋埋，因為七樣，大約就有估。即係好似放暑假咁樣，即係我以舊年中四為例啊，即係放咗兩個月假咧，即係打機打得好開心嗰時候就諗埋啲功課，啲功課我記得係十幾樣，即係嗰年係撞正，即係我哋升高中嗰，即係踏上高中第一年嗰時咧，即係。要俾一份 report 我哋做嘅，同埋即係今次話，如果話升中六嘅話，就一定好，一定有嘢要做，就要做呢個 IES。我記得好似仲有 IES 啊 ，IES 即係話你要著做一條題目，而呢條題目你要寫4000字，即係話如果你諗到嗰五條問題咧，即係每條問題起碼需要。都要寫800字，應該大約係好難個800字，即係你好似做通識咁樣，12分嘅題目寫4版，同埋如果你做唔即係如果你做 IES 好 hea 嘅，甚至係冇交嘅。佢唔會俾你註冊升中六，即係話如果你註冊唔到嘅，你就要留班。即係再繼續留翻嚟五 A， 即係五 D， 唔係五 E 咩？唔係。我即係話俾你最掛住就係我初中個年代，因為我記得中三嗰年就係我最後一年，跟住升中四啊。即係我就成日都話時間觀念。中三嗰年嘅聖誕哇！聖誕假嗰年咧，即係基本上，即係以後就最後一日喎，即係以後最尾嗰陣時就做曬功課賴啦，跟住唔知搞幾多樣，個都坦白就話暑假、聖誕假最尾嗰日有冇人未做過啲功課，個個一定舉手。我先留喺北江，即係在芝士面嗰度買飯，原本就，但後屘就見到佢未休息。咁但係當我行過去北江嗰度，又即係喺個羅湖羅興站對一個嗰個樓梯嗰度咧，又俾見到個阿伯喺嗰個地方嗰度買檔賣嘢，
即係我知道買嗰啲嘢都係全部都垃圾嚟，即係話所謂垃圾的意思就係話嗰啲嘢爛曬，係舊都用唔到啦，跟住基本上係運作唔到嘅，冇乜任何作用嘅，賣出去都係想賺錢嘅啫。但基本上又係會買，即係又係會買，又係會買。舊貨如果你咁樣擺檔，我係有機會。真係我估啊，應該好煩唔煩？因為如果你如果喺一個地方擺檔啊，你需要一個，你需要攞喺政，唔知係咪喺政府，你向唔知邊度申請，你喺嗰個擺檔，佢批准你先可以喺嗰擺。如果你冇嗰個申請嘅話，係而家喺嗰個擺可以話非法擺賣。